失望，忘记四百万你总在忙，我看你太失望，忘记用尽力地说谎，我看见这道门门后变化太过不安，一呼一吸没有希望，气压变了味道换掉，过去暖意渐凉，从前是你我算上一对活活浪漫，这晚却变得妄想，心一开始天性善良，一转身改装得险恶，愿你曾为爱守候，后来慢慢地慢慢地破浪，一开始总可开朗，结尾却变得很沮丧，谁也能耐在一起去求一点一点感觉感觉，爱到了死方志力，你居然夹埋所有人嚟出卖我！呢句说话应该我讲至啱。小妖一直暗中话俾我知，喺我坐监嘅时候，你用离间同埋利诱种种嘅手段想踢我走，目的就系要你自己继续喺公司为所欲为，系咪？嗰个衰仔一路收紧我钱，背后帮紧你啊！佢只系帮啱嗰边。咁依家即系话我错啦，即系枉我为你做咗咁多嘢，公司唔系我一早冧咗啦，仲可以挨到今时今日咁正常运作。你打完真系唔系和尚？你夹埋林镜洗黑钱，损害公司嘅利益，咁叫做正常运作咩？我翻嚟啊，就系要帮你收拾呢一个残局啊！我依家洗黑钱啫，我又唔系杀人放火。咁马田咧，佢为咗帮你办法出卖我，而家搞到条命都冇埋，你真系觉得自己一啲责任都冇咩？我已经同你讲过好多次，但你系都唔听。真系讽刺，当初我谂尽办法帮你换心，等你唔使食，好啊！依家心又换咗啦，你就要嚟害死我啊嘛！善行，你听我讲，为咗我哋两夫妻嘅关系，交翻啲股份出嚟，系时候翻屋企。你唔好再喺度假仁假义，我唔会交啲股份出嚟，破坏紧我哋两夫妻关系嗰个系你啊！我唔会再信你噶啦，善行，我要同你离婚，我要分你一半身家。哇，温生，飞哥意思嘛？呢排你多嘢做，冇操啫。放心，我实会操 fit 你嘅。冇体力，点继续帮我做嘢啊？之后谂住点啊？之后我要重整公司嘅业务，钱可以揾少啲，但系要做啲有意义同埋对社会有贡献嘅事，好似重开中小企嘅 project。我要将 Wonder Ice 清盘，同林镜正式划清界线。林镜边有咁顺摊啊？帕华哥而家做个好人啫，仲有啲帕华嘅，我会亲自约佢讲数啊！我唔想佢一路要挟住我老婆。咁呢个你有用啦，查咗三个月，林镜用 Wonder Ice 洗黑钱，所有嘅数都喺度。Good。不过之前我老婆摆咗唔少人喺各个部门度帮佢哋搞嘢，我要你帮我重新 check 过力志高同所有公司嘅每一盘数。收到，辛苦晒，值嘅。不过代价实在太大啊！我知道你俾屋企人同埋朋友误会。仲同小吉分咗手添，同小吉分手就我自己事嚟啫，屋企人同朋友会解释嘅啫嘛。至于马田咧，如果唔系我搞到佢同方太反面，都唔会搞成咁。恭喜晒你吓，力志高新一代揸 fit 人。你今日笑我啫，打份工啫。唔
係啊，認真噶。你而家係方生身邊嘅大紅人嚟噶嘛嚇？要風得風，要雨得雨。我約你出嚟咧，就唔係要你擦鞋，我淨係想關心一個朋友。問下接埋咗之後有冇公開，使唔使翻嚟做個助理？喂，話曬我都入過行做過明星啊！你要翻轉頭做個助理仔啊？而家做我助理好失禮你嘛？咁朝九晚五啲工唔啱我啊嘛，你都知我啲嘢噶啦。咁電影停曬工，我驚你冇收入啊嘛。你少同我休啦！我而家傾緊三部電影，兩個廣告啊！我遲啲仲要飛去日本傾啲咩 fashion show 啊、雜誌咁啊！哇，真係忙到冇時停啊！我今日啊都係抽少少時間同你飲 tea 啫 ，you are so lucky， you know？ 你唔真噶？喂，你唔信我啊？你有時間啊，就多啲關心小吉啦。我只係諗啊，你驚咧翻嚟幫我做助理會撞到小吉，大家會尷尬啫，係咪？咩啫？你唔好諗到我咁偉大啊！淨係識笑。你有時間啊，就諗下點樣追翻你女朋友啦。得啦，我知點做啦。而家小吉啊，仲停緊職噶，你可唔可以主動下關心下佢，緊張下佢咧？你點樣做人哋 boyfriend 咧 ？OK OK， 知噶啦，你食嘢得噶啦嚇。咩啊？咪趕時間啊！趕時間先行啦。差唔多啦。誒，埋咗張單先走啊！請問私家車小姐有邊次同我食飯，你埋單噶啦嚇 ？Good friend， 有咩打俾我啊？嗯，好啊，小心啊！其實嗰陣時一班人嘻嘻哈哈都幾開心啊，都係自己衰。又話有個臨時位啱我做嘅，油房飛機，衰唔衰？唉，死啦！再咁涼落去，瞓街噶啦，食飽啲咯。多謝先生。絕人之路，部機咁新，賣多幾千蚊嘅喎。但咁攞人部機好衰啫，東城世人都行翻條舊路咩？一啲都冇進步過。先生，林生想揾你。之前我一共投資咗成億落你哋 Wonder Eyes， 哼，你哋而家連公司都執埋，咁就玩我啫。做生意邊可以咁噶？我都唔想噶，而家公司我老公話事，我真係決定唔到啊。點解連你老公都搞唔掂噶？真失敗。而家你唔係幫我手，咁我要攞翻啲累噶咯噃。咁啦，我就唔想难为你。2亿就当系连本带利玩俾我。我依家都俾我老公踢咗出董事局，我点样可以调动到2亿俾你啊？你两公婆嘅事我唔想理，我最紧要就攞翻自己啲女。唔好话我唔俾时间你，一个星期之后我要见到啲女。如果唔系，我会唔高兴噶。你都知啦，我唔高兴嗰阵会点对人噶啦。俾方太落车。林镜有冇对你点啊？佢话我一个礼拜之内要俾2亿佢。啊，方山果然系方山啊！做事够效率。你要嘅钱带咗嚟啦。唔使数啦，呢度5000万，
我同你老婆讲好咗系二亿噶，佢唔系听错系嘛？佢冇听错，系我主意嚟嘅。我唔明喎，咁都唔明？你喺我公司使嘅黑钱都唔止二亿啦。如果我将盘数交晒俾警察，你估会点啊？你吓我啊？你唔记得咗你老婆都有份咩？你督我咪即系督埋你老婆。如果有起事上嚟，你估我保住间公司啊，定保住老婆？大家都系生意人，为免搞咁多麻烦，你咪收咗呢五千万，以后河水不犯井水。俾咁少女，我又想打发我啊？件事可以咁睇嘅。我唔揾人拉你，已經對你好好噶啦，林生。黑白兩道我都識唔少人，如果你唔收手嘅話，隨時連渣都冇埋噶。咪話我唔教啫你，食埋大閘蟹，慢慢數銀子。林鏡未必吞得落呢啖氣。可能隨時會找麻煩，你揾兩個保鏢睇曬方太。係嘅，方生。我係好牧人，好牧人為羊捨命，我們要珍惜尋求神嘅機會。正如經上所講，人若賺得全世界，賠上自己嘅生命，又有什麼益處呢？人還能拿什麼換取生命呢？小飞，唔好伤心啊！医生，送你翻先。證物係我爸負責嘅，可能運送過程當中唔小心掉出嚟，不過佢哋揾咗好多次都揾唔到。冇理由啊！我裝嘅時候好穩陣。可能係天意啦，好多嘢都解釋唔到。放心，我會繼續試下揾嘅。唔該你。小麗，我諗最近嘅事。你都清楚曬，我之前咁樣對你，都係因為我幫方生拉方太辛苦。我希望你會明白，同埋原諒我。我而家最想就揾到邊個殺人嘅兇手。我走先啦。小吉啦，今日真係原諒我定唔原諒我？阿元。呢排發生咗好多事 ，Martin 啱啱死咗。雖然揾到殺阿媽嘅兇手，但係最查日呢單 case， 我根本冇時間諗呢啲嘢。你可唔可以俾啲時間我 ？OK。如果需要我嘅時候，話知，我會隨時喺度陪伴你。跟住我做咩啊？好惊啊！做亏心事啊！我唔知你谂乜。你唔知道我讲咩？讲埋同马田争执，系咪因为啲咩唔记得关我事啊？我要讲嘅已经讲晒。你未讲晒噶？佢啲咩秘密要俾马田威胁啊？你放开我啊！喂，唔好骚扰方太喎。咩秘密啊？佢啲咩秘密啊？你唔好走啊！
係啊，呢排忙啊嘛。係咧，你唔想開工咩？係整親條腰，攞咗病假咯。哦，咁自己小心啦嚇。誒，水哥，整杯李治拿手嘅奶茶襯下，唔該。哇，咁好口嘅，唔似你喎。九爺。嗯。咩？呢排咧同阿小吉傾偈嗰陣咧，佢有冇同你講啲乜嘢啊？講咩啊？冇，問下啫。佢呢排好唔好啊？你都知啦，佢俾人停咗職，心情梗係唔好噶啦。咁你叫阿欣同埋伊晨佢哋咧多啲陪佢啊，知唔知啊？你同佢老友嚟噶嘛？你兩個搞咩？冇嘢。冇嘢，無端端又搬出去咩？咁人大咗啊，梗要自己照顧自己噶啦，唔通要你靠黐咩？最近仲有冇拍戲？冇咯，最近咧就揾一份新工。咩工嚟噶？我做成咁嘅？咩啊？喂，我冇著高踭鞋，著波鞋啫喎，我轉做良家婦女唔得咩？哎呀，你唔好搞笑啦！唔係講笑噶，我呢排咧識咗個男人，我想正正經經同佢發展一下。咩人嚟噶？佢一個唔中意浮誇嘅男人咯。你唔好揾人老襯喎。乜嘢啊？我認真㗎，你唔信我啊？我而家有時間咧，又學下英文啊、做手啊、茶道咁樣，仲得閒陪操谷添啊！喂，你 friend 嚟啊 ？Peter。小吉。介唔介意我坐低傾幾句啊？坐。小吉啊，多谢你冇周围同人讲我同阿月嗰啲嘢。我知道你唔想再见到我，但我嚟系想关心下你嘅啫。头先我听九爷讲咧，话你俾人停咗职，系咪有啲咩事？我有冇嘢可以帮到你啊？冇。唔系啊，我最近咧识咗个咩总理，佢喺社会度都有啲地位噶，我可以叫佢同你上司讲翻几句好话，等你快啲复翻职噶。你今次系想同我讲我要搵到靠山啊？唔系啊，唔系啊，小吉，你唔好误会我，我唔系嚟晒命噶。我知道你唔再当我系朋友，但我仲当你系啊。你知唔知上次你抛我走咧，我感觉真系好似仲惨过俾仔飞啊。我知道，我知系我任性，搞到我冇咗个对我最好嘅姊妹。但我会好好记住呢次教训，我以后会好好做人噶啦。咁我真系希望你以后好好地咁样做人。我会啊，我一定会嘅，小吉。你都系啊，你唔好咁快放弃，你会好快复翻职嘅，你知唔知啊？唔会噶，我谂我以后冇机会复职噶。点解啊？唔系有咩事发生啊？未啊？我唔食啦，我走先。小吉，咁好死？上次咧系我冲动咗啲，对唔住，我俾你打翻啦。算啦，做得呢个无间道都预咗俾人误会噶啦。我仲以为你会赚自己气好添。唉，咁就好咯，等我以为你真系学坏咗啊！对唔住啊，叶婆，吓亲你添。家姐，你咩都唔使理。最緊要同阿小吉解釋清楚，啊！你幫我追翻個孫心布仔翻嚟啊！知噶啦，做緊嘢噶啦。嗯，好啦，入房瞓啦，夜啦。嗯，嚟，一、二、三，嚟。哎，得，早唞。嗯。早啲瞓啦。嗯。最近啊，姨婆打電話俾小吉約佢上嚟食飯，佢又推。我打俾佢，直頭電話都唔聽添。俾啲時間佢啦。其實我都真係啲內疚。如果唔係我同佢講，我金婆喺事發嘅時候見到個天台上面有個人影，佢就已經去咗澳洲啦，就唔會因為查呢單 case 而俾人停埋職。唉，咁大家都係想知道阿哥死嘅真相啫。喂，唔見你發揮下你偵探頭腦嘅。喺小吉佢未俾人停職之前，佢鎖定咗三個疑兇。第一就是我家姐，第二就是死咗马田，第三就是我姐夫方志玲。方生点会杀我阿哥啊？我都唔希望佢同呢件事有关。
哎呀，点解个世界唔可以简单啲嘅？喂，你又話之前嚟過多次都見唔到嘅？我之前真係嚟過多次，一隻都見唔到噶。好多渴望爱情嘅人发誓甘愿为爱可以放弃一切，但系当爱情出现嘅时候，又有几多少人肯真正放弃佢哋原本拥有嘅嘢呢？咦？你都系睇日出啊！望住朝头早个太阳，可以令到个头脑清醒啲。我想问你个问题：阿日死嗰阵，你喺边度？你怀疑姚医生嘅死同我有关？当日我知道自己时日无多，我好唔舍得呢个世界，于是。我自己一个人上咗天台，但系我行到楼梯口已经体力不支，跟住晕咗，需要人抢救。你真系冇上到天台？经过上次你阿妈件事，你仲唔信我？我唔系唔想信你啊，但系咁啱阿日个心就真系换咗俾你。我根本就唔知道佢个心系啱，仲有，如果我系杀咗个好人嘅话。我一定会去自首。在你晕之前，你咪见到你老婆同埋 Martin 一起嚟晕。
揾咩啊？我想揾翻个苏跑啫嘛。苏跑唔系应该喺厕所嘅咩？再讲，我哋已经分咗房瞓，你啲嘢我叫娥姐拎晒去客房，呢个冇你嘅嘢。咁我揾唔到个苏跑，上嚟自己间房度揾，系咪咁都唔得啊？你咁紧张，系咪有啲嘢我唔揾得啊？你光明正大我冇所谓，你鬼鬼祟祟我就唔中意。我唔系好明白你讲咩喎？系边个揾人跟踪我啊？方志力，你有冇咁过分啊？嗰几个系保镖嚟噶，系我派嚟保护你。我唔使人保护。你唔好咁偏激啦。我同林镜讲掂数，我逼佢收咗50,000,000就咁算。我惊佢条气唔顺，揾人搞你，所以我先咁做。多谢关心。总之你自己出入小心啲啦。你老公就巴閉啦，走嚟掉低50,000,000拍個攞油走人，我個億五點啊！我唔知道我老公會揾你噶，即係唔關我事噶。咁你依家放我走，我翻去再同佢傾啊。算罷啦，你都俾你老公廢咗武功啦，我女預咗收唔翻個億五噶啦。不过我条气又唔顺，佢走嚟落我面，我咪落翻佢面咯。你想点啊？方志力真系识拣，拣到个咁靓嘅老婆翻嚟。咁靚女，望多兩眼啦！啊！你做咩放手啊？啊！啊！老婆，老婆，老婆，老婆你點啊？你仲嚟揾我？你開心啊？你仲嚟揾？家姐，你仲嚟揾林鏡啊？家姐，你咁激動，你開心啊？你開心？家姐，再次放手。太太放鬆啲，深呼吸啊！是能傷勢而家點啊？個傷口好深啊，有成四寸，喺個嘴角界到上耳仔嗰度。醫生幫佢連咗成30針，就算好翻，都會有疤痕。我要揾保鏢睇實佢噶啦。咁都俾林鏡落到手啊！醫生，警察落咗口供嘅，喺你哋未嚟之前已經落咗啦。我諗警方已經做緊嘢，冇用。林鏡落得手，我估佢應該離開咗香港。究竟嗰個林鏡係咩人？點解要咁樣傷害家姐咧？呢件事你知得越少越好，你淨係幫我好好照顧你家姐得啦。方生，有冇嘢要我做？冇。呢件事我要自己处理。
方生，佢哋已經扛住林鏡一家四口噶啦，等你指示。 算数啦，方人，方人，系，你好耐，一阵啦，见你操得咁猛，咪唔嘈你咯。公司而家咩情况？ 外面對中小企貸款計劃好好反應，個個好熱辦嘅同事都開 OT。哥，我老婆發生咗呢件事，我需要花多啲時間陪佢。公司就暫時交俾你打理。我先點做咧？係咧，方太點啊？今次嘅打擊對佢好大，我諗短時間內平復唔到佢嘅情緒。咁林鏡咧？ 我已經決定放過佢，報咗仇又點？識佢嘅人又會揾翻我報仇，跟住再識我嘅人又會揾翻佢報仇，何時何了？我依家先發覺，原來最大嘅權力就係放過傷害過你嘅人。啱嘅，方生真係改變咗好多。 可能係換咗你阿哥個心話，冇心作怪。啲白花咧係方生親手揀嘅，佢知你中意，所以叫我拎過嚟俾你。做啲湯嘅係阿方生叫我姐一早煲定，不過臨時有啲事，所以先叫我拎嚟嘅啫。 方生真系好紧张你嘅，佢叫我迟啲帮佢睇住公司先，等佢有多啲时间可以陪你。方太，饮汤。睇嚟我老公对你真系唔错，你拍啱码头啦。我知道方太仲等我出埋嚟，其实方生咁做咧，都系唔想林镜牵住你走啫。仲帮佢讲好说话。 你真系好感情，咁方生俾咁多机会我，又咁信任我，我当佢半个大佬噶啦。我同佢做咗咁多年夫妻，佢份人系点我好清楚。佢对你好，你自己小心啲啦。佢根本就系一个好怕死嘅人，佢知道自己个病无医再拖，唯一嘅办法就系换心。佢就叫晒全公司嘅员工一齐做 body check。 话就话关心下佢哋，其实想睇下边个心啱佢。我真系唔知道佢有冇揾人去查你阿哥系咩血型，我都唔知佢哋边个好彩定边个唔好彩。佢哋个血型又会吻合嘅。方太究竟想讲啲咩咧？冇嘢。 你当我乱噏。姚生，你杯茶。唔该。 Anna， 啊？我想问下你做咗几耐？差唔多两年。咁上次方生安排全公司职员做身体检查。 你都有参加过？有，免费噶嘛，出面做差唔多1000人2000蚊噶，所以全部公司人咧都会参加。方生对员工都几好，系一个唔错嘅老细。我出翻去做嘢先。喂，咩？哦，想问你啲嘢啫。哦，你问。嗰啲心脏移植之前咧，接受移植嗰个人会唔会有机会知道系边个人捐俾佢？ 梗系冇可能啦，因为医院系唔会俾任何人知道器官捐赠安排噶，唔系轮队就得噶，同埋仲要考虑好多因素，譬如好似病人同埋捐赠者佢哋嘅血型啦，同埋佢哋嘅心脏大小吻唔吻合啦，总之好复杂噶。咁
粹方生冇殺我阿哥嘅動機啦。喂，你都開始懷疑我姐夫咩？唔係，想問下啫嘛。我都有懷疑過佢。嚇！有一次，你阿哥死咗冇耐之後，我上個天台，原本諗住去悼念佢，點知咁啱見到我姐夫。當時佢做咗一個推磚頭落樓嘅動作，我問佢咩意思啦，不過佢又冇答我，所以我之後喺度諗翻，可能都係我諗多咗啫。你都冇諗咁多啦，交翻俾啲專業嘅警察小吉同九月嘅女查啦。誒，奇喎，今次唔參與嘅。自從上次我查到心姐原來係殺小吉媽媽兇手之後，我真係有啲陰影。我谂系咪样样嘢都要查得咁足咧，跟住伤害咗咁多人。加上呢排我爹哋个身体又唔系几好，家姐又出咗事，姐夫又不断催我叫我快啲揾个权威嘅整形外科医生俾佢，等佢哋可以快啲飞。我都冇心思查啦。飞得咁急咩？咁可能姐夫佢想家姐快啲离开呢个伤心地啦。我可以指证你点样喺医院嗰度推啲砖头落去掟死姚医生同金婆。你唔好同我讲条件。500万你要唔要同我过住？唐先生，同佢讲，你唔好反转，知道就系屎啊！放心啊，方太，除咗我之外，暂时冇人睇过呢段片。如果警察得到手嘅话，你会好唔掂。丁俊平响你 office 被枪杀后，我哋要攞啲证物翻去取证。点知我无意中发现个花盆有个微型偷拍器装在里面，跟住我用电脑睇下里面拍过啲咩啦，就见到呢段片。以我的估计，应该有人想监视方太你，但系就无意之中偷拍到方太你一啲不可告人嘅秘密。你打个电话俾我，话俾条片我睇，一定唔止咁简单。300万，条片俾翻你，我保证以后冇人睇到条片。300万。你哋嘅对话里面提过误杀姚医生，帮林镜洗黑钱啊，仲有啊。呢一條片可以證明你點樣屈 Madam 用啲不法行為嚟殺丁俊平，每樣100万，我覺得好 fair 啊！你有幾識計數？講到計數啊，點夠方太你咧？喂，呢啲證據對你嚟講簡直係超值啦！啊，仲有啊 ，Madam 已經知道喺花盆裏邊有偷拍器呢件事，你知佢最叻係咩噶啦？佢最叻就係咬住唔放。OK 啊，我俾你，俾400万都仲得。不过你帮我做多件事，点解要帮你？唔帮你咪一无所有咯。姚生，你吩咐我执好丁生嘅嘢喺晒佢柜。唔该，我会交俾丁太。我出翻去做嘢。本人丁俊平曾目击姚日山医生致死，有关重要事情为由于涉案人跟自己关系甚亲民，故一直三缄其口，但受良心责备，经过反复思量，在我离开香港之前写出有关证供，向警方交代事情经过，望姚日山医生能沉冤得雪，我亦不需要再受良心责备。事发当日，本人与方太唐善行在医院一同寻找方志力先生，并目击方志力先生从天台楼梯走下，神情慌张，不断喘气，似乎在天台发生过严重之事。本人与方太初时不以为意，并马上扶方生回病房休息，而对方更加要求本人保守呢一个秘密。后来我得悉在这期间，姚日山被天台砸下的砖块而击中身亡，所以本人肯定方志力与姚日山医生之死亡有关，希望警方能够彻查。点知咁啱见到我姐夫，当时佢做咗一个推砖头落楼嘅动作，我问佢咩意思啦，不过佢又冇答我。咁上次方生安排全公司职员做身体检查，你都参加过？有，免费噶嘛。出面做差唔多1000零2000蚊噶，所以全部公司人咧都会参加。我真系唔知道佢
佢有冇揾人去查你阿哥系咩血型？我都唔知佢哋边个好彩定边个唔好彩。佢哋个血型又会吻合嘅。但这位跟你。